格拉斯哥学院所有的专业教育贯穿世界名校先进的教育理念，旨在提升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竞争力，并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世界 IT 业和工程界的优秀人才。这里是电子科技大学最年轻的学院，这里是我学习并生活了一年的地方，如今这里也将迎来它的第一届毕业生。在这里，我们有过紧张难忘的雅思学习体验，有过酣畅淋漓的通宵实验经历，更有着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格拉斯哥学院结合了中方和英方的教学优势，十分注重同学们的科研实践创新能力，这些就是学长学姐们的成果展示啦。这是仿生六足机器人，这是体感无人机，最后这个大块头被叫做探索者 A 实验级无人履带载具，学院建立的电力电子实验室、虚拟计算实验室等特色实验室，为每一位同学每一学年的项目设计提供了优良的硬件设施。2013级毕业的学长学姐们的深造率高达81.8%，他们中间进入 QS 世界排名前100位院校的比例甚至达到了87.1%吧。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年轻的学院正焕发着前所未有的青春活力。格拉斯哥学院在今年非常高兴地迎来了第一批学生的毕业，那么这第一批同学的深造率呢，也在全校呢创下了新高。现在回想起来呢，我们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绩，我想首先呢是跟学校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在学校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呢在学院营造了国际化人才培养的这样一种氛围。目前来说呢，这样的深造率呢，我们是比较满意的。但是我相信呢，随着时间的推移，格院呢会做得越来越好，逐渐成为中外合作办学的一个品牌。到目前为止，格拉斯哥学院有82.5%的学生将继续深造，有3/3的学生将会到世界名校去继续读研或者读博。有这么高的出国的留学率，也说明世界名校对我们格拉斯哥学院的这种人才培养体系的认同。我们借鉴了格拉斯哥大学严格的过程管理的体系，这保证了学生的高质量。And the Glasgow College is a fantastic opportunity for the students in Chengdu and in China because it gives them the benefit of working with the best in Glasgow.And the style of teaching that comes from a Western university combined with the skills and facility that's available from UESTC. Glasgow College has an active, open environment. We do a lot of projects with both students in the lab where there's great equipment and state-of-the-art electronics. We have a lot of design competitions going on. In fact, we just wrapped up one on Saturday that was quite exciting. Here at the Glasgow College, the students get very involved in their academic studies. And it's been a pleasure to work with UESTC staff and our Glasgow staff to develop this program. 这个年轻的学院一鸣惊人，在第一届毕业生便取得如此丰厚的成果，离不开学长学姐们的刻苦努力，
更离不开学院的全面培养和学校的大力支持。正因为葛院提供了这样国际化的平台，我们才能看得到更辽阔、更精彩的远方。来到葛院，梦想从此起航。